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城探秘。在这物欲横流的当下，虽然颜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光有一副好看的脸庞显然是不够的，身高也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身高对于男生来说似乎尤为重要。如果说女生主要是看脸，那么男生绝对是看身高。很多人在追求身高的过程中会误入歧途，通过服用药物或者注射激素等手段来增高。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主角是个狠人，他选择了风险极高的肢体延长手术，说的通俗点就是断骨增高术，想想就觉得很疼。据说可以拉长骨骼，让成年人同样实现长高的梦想。这一手术的出现似乎让很多因身高而自卑的成年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李亚诺出生于北方一户普通人家，他长相帅气，学习成绩优异，还有个开心幸福的童年。这份开心与幸福一直延续到李亚诺上中学。那时班里的大部分男生都开始猛长个子，可李亚诺的身体却迟迟没有拔高的迹象。他身高有1.67米，在男生中的确不算高，况且男孩子都爱运动，无论篮球、排球乃至足球，李亚诺都因为身高问题被调皮的同学有意无意地嘲笑他个子矮。这种打击式的嘲讽让他对于身高变得越来越在乎，也越来越自卑。起初父母并不在意，认为李亚诺只是发育的比较晚而已，直到进入了高中，他的个子还是一点没见长。为此李亚诺开始坚持每日跳绳500下，早晚各一杯牛奶，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似乎并没有在李亚诺身上实现，这样坚持半年之后仅仅长高了1公分，自此身体再无拔高的趋势。最让他受到打击的是他梦想的飞行员招考，即便是他文化课提高到年级前100的水准，仅仅身高不达标，无缘自己的航空梦。看着那些成绩远不如自己的同学通过体能测试，李亚诺彻底崩溃了。虽然他后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因为身高的原因让他与航空梦想失之交臂。上了大学后，李亚诺的父母才开始为孩子的个子感到担忧，一家人彻底去了趟骨科医院，最终的结果令其大失所望。医生明确地告诉他，骨垢线已经完全闭合，不可能再长高。可李亚诺依旧不死心，在网上四处寻找增高的方法。某天他在上网时看到让他心动的一则广告，名为肢体延长术的增高手段。当时的他完全被上面术后至少长高5厘米等字样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注意上面还写着手术有着极高的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患者下肢瘫痪。在20岁那年，原本一直反对做增高术的父母奈何拗不过李亚诺，被迫同意点头，花16万进行了梦寐以求的断骨增高术。术后由167厘米长到了174.2厘米，实现了自己脱胎换骨的梦想。所谓断骨增高术，其实就是在通过手术打开已经闭合的骨垢线，接着安装一个外固定器，之后通过每天的调整来刺激软骨细胞再生。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把骨头切开拉长，再一点一点让它重新长出来，这样就能拉伸整条腿的长度。这种手术风险非常高，目前只能够应用于先天畸形、肿瘤、外伤的治疗，不能用于美容项目。但在2014年李亚诺手术时，此类管控还没有那么严格。在做完手术后，伴随着剧痛、复健、生活的不便，李亚诺度过了整整1年的恢复期，最终在21岁那年拆掉了固定器。可是手术不算成功，断裂再生的骨骼受到了不可逆的损害。他不仅有着诸多的腿部缺陷，比如 X 腿型明显，足弓塌陷明显，骨头还出现了外翻。最重要的是运动状态比手术前差了很多，幸运的是李亚诺还可以自主行走。实际上李亚诺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做过此类手术的人群里出现病变甚至从此只能坐轮椅的人大有人在。如今距离李亚诺做完手术已经过去近7年，随着时间的增长，他腿部依旧存在一系列问题，心态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有时候他会觉得很困惑，后悔选择这样高风险的手术，让自己痛苦不已。
为什么当初不愿意接纳真实的自己，现在他却觉得衡量一个人的维度不应该仅仅限于身高。无知的李亚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了大家忠告，追求完美本身没错，但我们要量力而行，与其花16万断骨增高，不如花16块买一双增高鞋垫，你觉得呢？